中度台风康瑞虽然不会登陆台湾，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在星期四开始还是会替北台湾带来降雨，提醒你要特别注意。接待来关心星期四全台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。感谢您加入这节民视午夜新闻，我是刘芳慈。虽然最后我们带您来关心高雄左营的